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进入《弟子规》第二个单元，出则悌。经文第一句啊，提到了兄道友，弟道恭。来，我们把它念一遍，预备起。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和深，言语忍，忿自泯。我们会问学生，这一生啊，跟我们相处最长久的是谁啊？是兄弟，因为父母啊都比我们大几十岁，而兄弟啊年龄相当，所以至亲当中以兄弟啊相处最长久，所以兄弟的情谊啊也是很难能可贵。所以法昭禅师曾经啊写了一首叙述兄弟的诗词，里面提到了同气连枝各自浓，歇歇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人得几时为弟兄，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做样看。我们看第一句提到同气连枝各自荣，父母啊就好像树干一样，兄弟啊还有孙侄辈啊就好像延伸出去的枝枝叶叶，所以都是同一个根。当兄弟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啊，父母一定是最伤心的，所以歇歇言语莫伤情。那上了中年以后啊，一回相见一回老，相信上了中年以后的朋友啊，每一次兄弟可能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啊见面，一看到哇，你的皱纹怎么变多了，你的白头发好像又长了不少，能得几时为弟兄呢？那兄弟在一起的时候啊，弟兄同居啊，只要呢能够时时啊退一步忍一下，忍便安，绝对不要因为一些毫末啊一些小冲突啊闹得不可开交，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我们呢又有自己的小孩，他们又有兄弟姐妹，所以我们的上一代啊要演出好榜样给啊下一代看，所以留与子孙做样看。假如上一代呢兄弟都告上法院了，下一代会不会兴旺啊？铁定啊，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好，所以家和啊，才能万事兴。古代的人啊，对兄弟之情啊，非常的珍惜，非常的看重。所以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啊叫于衮，刚好他们那个地区啊发生瘟疫，他的兄长啊已经有因为瘟疫过世了，还有一位兄长啊正在生病，所以所有的乡里的人啊都撤走了，他的父亲啊跟他的这些伯伯叔叔啊也等着要走，就要把他带走。结果于衮啊他说不行，
我的兄弟啊还在这里生病，我不能离开他。他还跟长辈说啊，我呢不容易生病，所以呢不要害怕，我要留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啊，古代这一些圣哲人确确实实他的存心是可以做到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啊。其实他们这样的态度啊，与宇宙人生真相啊暗合道妙。当他以这样道义的态度啊面对人生，纵使啊生命结束了，他绝对会有啊好地方啊可以去。但是假如违背道义，纵使苟活生命啊，下一辈子能不能有好的去处？不行。而且更重要的，他这一辈子啊会不会好受啊？几十年虽然活下来了，也对不起啊自己的良心。而往往有杀身成仁态度的圣哲人，就能够演出啊人生一场一场的好戏，都能够啊化干戈为玉帛，能够啊转凶为吉。所以我们之前听到的故事还有往后的故事啊，都可以印证这一点。诚啊可以感通，至诚如神。所以他后来啊留下来照顾他的哥哥，那晚上啊都还会到他死去的兄长前面啊给兄长啊祭拜，还在那里啊独自哭泣。结果过没有几十天呢，他的哥哥啊病好了。诸位同修，为什么会好？当兄弟有这样的情谊啊，端的每一碗药啊都有加持，都有道义恩义的加持，所以喝下去呢特别有效果。所以后来兄长好了，他也没有生病。父母回到家乡，看到两个孩子还活着，高兴得不得了。这是在晋朝雨衮演出的兄弟之情。在唐朝有一个大臣叫李基，他也是随着唐太宗啊建立非常多功业的大臣。有一次啊李基生病了，然后御医啊提到给李基的药当中啊要用胡子做药引。这个唐太宗一听啊，二话不说啊，拿刀子起来就把自己的胡子怎么样切下来，就拿给御医。结果李基知道这个消息啊非常感动啊，到皇上面前啊叩谢隆恩。所以确确实实一个领导人啊只要时时啊能够为下属着想，相信啊一定会为赢得啊大家对你的爱戴。而李基对他的姐姐啊也非常的孝敬，那时候他已经是当国家的大臣。但是他回到家里啊，到去他看望他姐姐的时候啊，还亲自啊帮他姐姐煮粥。在煮粥的过程啊，因为火势太强了，把他的胡子啊烧到了。结果他的姐姐一看，哇，你怎么烧到胡子？就告诉他，他说家里的仆人这么多啊，你就让他们去做就好了，你又何苦来哉呢？李基对年老的姐姐说啊，他说姐姐啊，你从小啊对我照顾这么多啊，我啊时时想着啊要回报你啊，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我又有多少机会啊能够亲手帮你煮粥呢？
所以李基的心中啊，时时不忘兄弟姐妹的情谊。这是古代啊演出的好戏。那我接触杨老师这一段时间当中啊，也了解到他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啊。杨老师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想法，他说我的父亲啊有这么多的孩子，这一些兄弟姐妹啊又生了这么多的孙子，所以一定要孙子啊有很好的成就发展，父亲才会很欢喜。所以当他起了这个念头啊，他就主动啊去教他所有啊兄弟姐妹的孩子，他的孙子辈啊总共有18个人。杨老师虽然自己没有小孩啊，但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教育他的这一些晚辈。由于他的付出，而且都是啊白天工作啊，晚上回来教孩子做事，教孩子读经典，结果他的下一代的晚辈啊很有成就，很有成就，有当医生的，有当老师的。结果每一次母亲节啊父亲节，杨老师不是一两个孩子帮他祝贺啊，都是什么一群啊晚辈给他祝贺，都是对他很孝顺。所以有这一份为父亲尽孝的心，才能成就啊家族这么样的兴旺。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家亲眷属啊，也要多加提携，这样才会让父母啊非常欢喜。那今天我们一同啊跟着师父上人学习，我们也是一个大的家庭。那家庭里面啊最重要的就是要后继有人。师父上人这么好的经教啊，假如到我们手上之后没有传下去啊，那我们啊对不起师长教诲啊，更对不起啊后面的子子孙孙。所以假如我们同修当中有人愿意啊出来讲经说法，我们一定啊要极力啊来护持他。所以当有年轻的法师，有年轻的居士上台讲经，我们要相约啊去听他讲，听完之后啊也给他一些建议提议，这样他就能够不断进步，能够让啊这个法脉啊继续啊延伸，继续啊扩展，让更多的人啊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这一次到学院来啊，内心啊充满感谢，很多都是两年前啊一起学习的同学。我到学院来啊，这个机缘啊也是很特别。来的时候也是坐在底下听课，刚好师父上人啊交代了一件事，就是希望啊把西方这一些轮回转世的事例啊能够把它翻译出来，让学院这一些同修啊英文比较好的上台啊把它讲出来。那当然了、因为我的英文啊不算很好，所以我就没有排到。那刚好有一天呢、有一位同修就过来拿着稿子啊，他就丢给我，他说你蛮适合的，你上去讲。
结果他一丢过来啊，离讲经的时间啊只剩六天，所以当天下午啊，我回到寝室啊就拉肚子了。看我的体格就知道我很会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立誓练心，是要继续拉肚子，还是要佛号提起来？这个时候赶快念，不能乱，不能乱，已经来不及了。好，因为这个同学一丢给我就走了，我连说不的机会都没有。好，所以当天下午啊，就先镇定一下，赶快啊打听一下哪一些同学啊英文比较好，请求他们帮忙。结果讲课前两天，我们就在这个小的会议室里面呢、啊，就先练讲，坐了十多个同修啊，我一讲完了、啊，他们每一个人呢给我一张建议，就是你讲课当中啊有哪一些缺点，每一个人都写得密密麻麻，代表缺点很多啊。当时候一拿到的时候欢喜得不得了，因为啊句句话对我们都有真实的帮助。所以我前两天啊看完以后啊，还有一个墨尔本的同修啊还跑过来告诉我说啊，哪一些讲经的问题啊你一定啊要注意不要犯，还给我很多提醒。所以确确实实啊，我们的人生的成长都是众人的提携所成就。所以那一天我上来讲课啊，讲完以后这些同修啊都很欢喜，他说啊你少犯很多过失了，所以他们看到我有成长，他们也很高兴。结果非常巧啊，那一天我讲课的时候，杨淑芬老师啊都是早上讲完课啊下午就回去读书了，结果刚好我讲课那一天呢讲了十分钟左右，杨老师第一次下午来晋中学院，一走进来呢，杨老师就在后面啊听到啊我讲完。所以就是因为这一次上台的因缘啊，才跟杨老师啊结上缘。后来老师也对我啊很照顾，回到台湾去啊，我就到台中跟徐显明老师跟周嘉玲老师他们学习，也跟啊杨老师学习。所以从这个经历当中啊，我们非常相信啊，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只要我们啊真心发出来，你不要啊想东想西的，佛菩萨自有安排。所以有这么多的同修啊给我鼓励给我帮忙，所以我们也深刻感受到每一个年轻的法师跟居士啊发愿讲经啊都需要大家的协助，所以让我们这个大家庭啊能够越来越兴旺。那我的结拜大哥啊，他兄弟之间啊也非常好，那侍奉母亲啊也很孝顺，真的是孝悌传家。他母亲过世的时候我有去祭拜，我一看到啊他们兄弟姐妹的孩子，我突然呢若有所悟，当兄弟姐妹啊都非常孝顺非常有爱啊，下一代的品质怎么样？非常好，个个长得眉清目秀。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啊，街头上的流浪汉啊在他们家门口啊走来走去，后来啊他们把他请进来，这些流浪汉啊到了他母亲的灵前啊当场就跪下去，就是因为啊他
母亲常常啊拿着饭菜啊去给这一些流浪汉吃，所以上行下效，上一代啊时时以仁德存心，下一代就会学得很好。所以自家没有那么复杂，最重要要做到孝，做到悌。所以之前我们也提到啊，周朝为什么可以承传800多年，因为啊他们的先祖啊都把孝悌做得很彻底。刚好有一次我在厦门讲课，讲完课之后有安排啊听课的老师上来分享，有一个老师上来，他在教中学，他一上来第一句话说，我来上课啊才知道德行的根本在孝。接着他又说，他说他是亲身体验到啊孝的力量，因为啊他们那一个村庄里面呢、啊、住了190户，住了几十户人家，总共有109个后代。这109个后代啊，有108个大学毕业，只有一个没有。而那一个是因为啊读了2年，已经考上了，读2年因为某些因素啊退学，所以这一个村庄的下一代是完全呢、啊、有大学以上的水准。原因在哪？我们不能在结果看呢、啊、要从因上看。他说他们大年初一啊，所有的这一辈的孩子、啊、都没有出去玩，都是带着父母啊去寺庙、啊、拜拜，去拜弥勒佛，去拜啊诸佛诸神。所以这一个习惯啊已经做到了孝。那当带父母啊拜完以后回到家、啊、再去跟所有的邻居长辈啊拜年，诸位同修做到什么？敬老尊贤，所以做到了悌啊。然后拜完所有的这一些邻居长辈之后啊，他们就聚集在啊当地的学校里面，一起讨论这一年来啊你的学业情况怎么样，你的事业情况怎么样，互相切磋。所以这个孝悌风气啊就成就了这样的殊胜果报。所以凡事啊都没有偶然的，家风要盛都要靠上行下效，绝对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啊教育子女。好，所以俗话也说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们在大陆讲课啊，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所以他们会想啊，我又没有兄弟姐妹。我们进一步引导这些堂兄弟表兄弟啊，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那我们会画一个图画给他看，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会有很多啊分支出来。那你可能啊在这里，另外一个同学啊可能在这里，但是上到上面去啊，可能是啊同一个什么祖先，
都是同一个根出来的。好，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所以所有的同学，所有的国人啊，都应该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这样我们的老祖宗啊才会欢喜。所以让孩子啊不要生分别心。记得我们在看着许哲女士的录像带，那时候记者问她：“你帮助了这么多人，帮助了这么多别人，你有什么样的感受？”许哲女士马上就说：“我哪有帮别人，我帮的都是什么？我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的心胸啊，要学习像许哲女士一样的宽广。我也有放这个袋子啊给我的学生看，其实孩子啊很清澈的，只要你把对的先放给他看啊，他就很有感应。我在大陆演讲的时候，跟一些中学生讲课啊，当他知道我们是免费讲课啊，那孩子拿起麦克风，他说：“这个社会啊，还有人免费义务帮别人。”孩子讲的时候啊，都有一点呢、啊，哽咽了。所以他们的善良啊，是可以唤醒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圣贤的典范、好的模范呢、啊，在上课当中啊，多跟他们宣讲，他们就能升起啊。这些很好的态度。那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母亲啊，因为啊，天为父，地为母，所有的生灵啊，万物啊，都是因为有大地的滋养才能够生长。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大地，同一个母亲。所以我们面对啊所有的人类，甚至于所有的众生啊，都应该要爱护，这个才是尽了孝道，尽了悌兄友弟恭。好，所以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家庭里面呢、啊，如何和睦？和睦是一个结果啊，必须建立在平等对待当中，才能和睦。因为假如不平等，待遇不平等，人心就怎么样？就不平了、啊，不平就会有对立。就会有冲突。所以我们现在啊，一个小家庭，两个人、三个人，有没有冲突啊？两三个人就有冲突。古代啊，几百个人住在一起，都能够啊，传十多世啊，还相安无事。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就要好好跟古代的老祖宗学习，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境啊，能够让几百个人和睦相处。在明代有一个大臣叫郑濂，他们家族啊六代同堂，有1000口人啊住在一起，结果皇帝啊也很欢喜，也很佩服，居然能够啊维系1000个人在一起相处得很好，所以就颁给他一个匾额啊，叫天下第一家。颁给他之外啊，还拿了2颗大水梨，然后给他，还派锦衣卫啊跟在后面，看看啊
他怎么把两颗大水梨啊分给一千个人？好，诸位同修怎么分？那时候没有果汁机啦，不然就方便了。这个正莲回去啊，不慌不忙，吩咐啊拿了两个大水缸，一边放一个，把这个大水梨啊打碎，让那个汁啊流到水缸里面，渗进去，然后说来，每一个人喝一碗。大家都觉得非常公平。当子孙跟你比较亲的人，你能这么公平啊，他对你肃然起敬。当跟你比较疏，算是比较疏远的后代啊，你能这么公平啊，他非常佩服，对你啊非常崇敬。所以这个平等公平啊，自家第一要件。那皇帝啊就问他，他说你自家到底啊有什么诀窍？结果正莲就说啊，不听妇言。有没有女性同胞看了以后说，哎，对蔡老师大打折扣。我们对于圣贤人的教诲啊，要因时因地去了解，不要啊把它曲解。我们要了解到啊，以前的女性啊比较少机会啊闻到圣贤教诲，那人一没有闻到智慧啊，难免会随顺习气。所以当家里面的妇人假如对自己的孩子特别偏爱，往往在言辞当中啊会有是是非非。当这个是非一传递开来，当自私产生啊，很多的埋怨啊就会应运而生。所以当一个家族的领导者，绝对不能啊听了这一些自私自利的意见啊而产生心理的不平。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不能听一些啊只为了私利的意见，而造成了家庭里面的不公平。那我们也看到啊，很多的圣哲人啊都是因为有好的母亲啊才成就了他们的道业。那他们的母亲有没有读书啊？有没有？很有可能啊也不见得啊有读很多书。但是为什么他们懂做人？家风沉传。所以很多的学问啊他不见得在经典里面看到，而是从父母的言传身教啊学到了。所以我看到很多这50几岁的长者，他们都说啊，哎呀，我们都没学过《弟子规》。其实啊，我们光看这些长者的面相啊，我们心里就明白，他们学的比我们好太多了。从他们谦恭的态度，从他们那种憨厚的气质啊，绝对啊有家风沉传。他们对于父母的恭敬啊，绝对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之上太多。所以我们年轻学的经典啊，绝对啊要更尊敬这一些有做到的长辈。那这一个不听妇言啊，我们把它延伸开来，就是啊对于一些心胸狭窄自私自利人的话，可不可以听啊？不能听。所以假如我们男士啊心胸狭窄，那这也算妇言，也不能听。所以我们领会啊经典里面的教诲啊，要从本质去领会，
不能只在向上停留。好，所以兄弟睦孝在中，这个和睦啊必须建立在平等对待之上。下一句经文，财物轻怨和深，言语忍愤自明。人跟人的冲突起因都在哪？财物跟言语的冲突。所以只要在财务方面，在言语当中啊，能够啊有分寸，人与人当中的冲突啊就大大减少了。当然要让孩子能财务轻啊，从小要不贪。我们前面入则孝也有一句教诲，物虽小勿私藏。所以从小让孩子不贪不吝啬很重要。那我们会跟孩子讲，古代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读书人叫孔融，让礼。所以他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啊把大的梨子啊让给兄长吃。在他小小的心灵啊觉得兄长啊常常照顾他，应该啊先给兄长。这个小孩子啊学了以后呢，哎马上回去也会爱护兄弟姐妹。有一个小女孩啊就把桃子啊让给她弟弟吃，结果她弟弟啊很欢喜，一口一口咬，突然咬到啊已经大过那一半的时候，她终于按耐不住了，就把那一个桃子啊抢过来。结果他的母亲啊也很有意思，他也没有当场啊指责他，他就打了一通电话给学校老师，把这一件事情啊报告给老师听。因为学了以后啊，这个学生确实啊回去也让了桃子，可是让到一半呢撑不下去了。那到了学校啊，这老师也没有当场呢也就说他怎么样，老师只是啊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汉朝时候有一对兄弟叫赵孝赵礼，他们兄弟啊非常有爱。很不巧啊，这个赵礼啊被盗贼抓去了，盗贼打算啊把他煮来吃。他的哥哥啊知道这个情况啊，就跑到山寨里面去了，然后一看到弟弟命在垂危，就冲过去。他说：“你们啊，不要吃我弟弟，我弟弟啊又瘦又有病，我呢长得比较胖，比较好吃，你们就吃我就好了。”他弟弟马上啊又冲向前来，对着盗贼说：“我被你们抓到啊，是我的命，跟我的兄弟啊没有关系，吃我好了。”两个兄弟就在那里争着要死，争到最后啊两个兄弟抱头啊痛哭。盗贼在旁边啊看了也很感动。其实啊盗贼是不是生下来就是盗贼啊，很有可能都是啊当时候啊社会状况不好，让他们啊误入歧途。而且很多时候啊盗贼都特别有什么义气啊，所以马上啊就把他们两个都放了。皇帝知道这件事啊，就封了他两个兄弟啊当官。皇帝这么做明不明智啊？明智啊，一来啊把这个兄友弟恭的风气啊带起来，二来啊会孝悌的人啊一定会爱护人民，会是好官。那我们接着就跟孩子说，照孝照理啊连命都可以为兄弟舍，我们能不能因为一个水果啊
就跟兄弟起冲突，讲话呢不要直接指他，你要点到为止哦，他就觉得内心啊生惭愧心，所以财物轻啊怨何深。有一个班级啊，刚好吃中饭的时候，那学校已经把水果啊准备好了，那一天是吃西瓜，结果一吃饭的时候，很多的同学啊盯着那个西瓜，盯那个最大块的，狼吞虎咽，等着吃完以后飞奔过去啊把那个最大块的捡起来吃。结果呢老师在旁边呢、啊、就看到这一幕一幕上演，但是呢老师也很沉得住气啊，按兵不动。结果隔天上课，老师就问了诸位同学，今天假如我们去抢了那一颗最大的西瓜，请问会产生什么效果？这一个同学啊，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吃？狼吞虎咽，把胃都怎么样？弄坏了。这个叫身有伤啊，贻亲忧。好，当他飞奔过去把最大块的抢起来的时候，请问所有的同学对他是什么印象啊？那同学就说：“哎呦，不要跟他做朋友，这么贪心。”所以我们啊，要把情况分析出来，让学生知道，原来他的一举一动啊，都在影响他的声誉，都在影响啊别人对他的看法。那接着老师又分析了，这个同学一抢过来啊，快乐多久啊？哇，稀里哗啦吃下去很快乐，可是啊他已经养成贪心的习惯。假如下一次最大块的被别人抢去了，他会怎么样？很生气，我都没抢到。而当他这种凡事都要最大的最好的这个贪心养成了，可能以后啊得不到的东西会怎么样？想去偷啊，想用不当的手段获得。所以老师这么一分析下来啊，隔天吃水果啊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学生都去挑那个比较小的来吃。所以这个当老师啊，机会教育点啊很重要哦，你不能看着就在那里怎么教你的怎么不会做，这样骂啊效果不怎么好。往往你用啊一些很善巧的分析啊，哎，孩子他自己啊会有所领会。有一个孩子刚好啊他的同学拖鞋坏掉了，老师就跟他说，你去把你那一双旧的有一点点坏的拖鞋、啊、借给同学穿，不然啊他的已经完全不能穿。结果当天下午啊，老师突然发现他自己的那一双新的拖鞋啊在同学的脚上，而他那一双旧有一点点坏的在他自己的脚上。所以我们在教导这些孩子的过程啊，很多时候啊是孩子啊感动我们哦，他们听一句啊做一句啊，我们可能听十句啊才挑个几个比较简单的先来做啊。所以教学相长，确确实实是如此。好，我们看下一句，言语忍，愤自勉。诸位同修啊，人为什么会生气啊？人为什么会发怒？我们把因找出来啊，才能对症下药。诸位同修，您觉得呢？
哪一些情况啊，人会发怒？怒则孝，父母呼应勿缓。假如这一些恭敬心啊没有形成，而是形成怠慢傲慢，容不容易发怒？对人没有恭敬心呢，看不顺眼呢，脾气就来了。所以要让孩子不嗔不怒嘛，从小要扎恭敬心。所以我们看到古代这一些圣哲人对自己的长辈啊都毕恭毕敬，哪有可能会发脾气？再来还有哪一些原因啊会让一个人愤怒嗔恨？很可能啊嫉妒，见不得别人好。所以这个根源啊也要从小扩宽孩子的心量，能够时时见人善即思齐，众去远以见机。还有没有？因为我们能找到原因啊，就让孩子从小不要形成这样的态度，那他一辈子啊脾气就会很好。再来，不贪心，他懂得让啊就不容易发脾气。而往往啊从小会让的孩子啊就会特别得到疼爱。就像我们当老师，假如一些孩子啊很不跟人家争啊，我们私底下啊都会给他特别的关爱，因为这孩子懂事嘛。所以孩子不贪啊他就不容易，别人有我没有他就生气。再来啊，现在的孩子为什么很容易发脾气啊？因为我们帮他做太多事，而他都视为啊理所当然，什么事都是应该替他做的。当亲人没有做好了，他马上就怎么样，脾气就来了，你怎么没有帮我做好？有一个老师啊，他的孩子十多岁了，他每一天呢、啊、都帮他呢灌好水，然后啊让孩子带过去，数十年如一日啊都这样做。突然有一天呢、啊、他稍微晚了一下帮他孩子装好，他孩子接过这个水壶啊对他很凶，他说我迟到啊都是你害的，哪那么慢？你看哦，自己该做的事啊没做哦，别人做他都视为什么应该啊理所当然。所以父母啊要谨慎啊，你给他太多财物啊，他从小奢侈，他就觉得长辈给他钱也是什么理所当然，那你到时候就要满足他无穷的欲望，就麻烦了。在中国啊有一个孩子因为父母很有钱啊，所以花钱特别凶，一个月啊要花上万的人民币，他的父母啊没有办法，把他送去当兵，想说啊在军队给他磨一磨看会不会好一点。去了军队两年再回来啊，习性不改，还是很奢侈。后来他的父亲就对他说啊，说从此啊我不再给你钱了，你自己啊想办法，就把钱财啊把他切断不给他了。结果这个孩子啊嗔恚心就起来了，找了杀手啊杀父母。所以这个嗔啊太恐怖了，他在门口啊跟杀手讲，
待会啊，有一个人会走出来，会走到哪里，给他讲得一清二楚。这个杀手很惊讶，问他：“这个人是谁啊？”他说：“这是我爸爸。”结果父亲死了以后啊，他又交代啊，要把母亲杀了，因为啊，钱放钱的那一把钥匙啊，在他母亲手上，所以啊，欲望啊，不可长。当我们帮孩子啊做太多啊，反而他不感恩啊，还视为理所当然，到时候我们就叫苦啊连天了。好，诸位同兄，嗔恨还有什么因啊？诸位同修，假如有很好的这个答案哈，也希望啊，诸位同修能够提供给我，因为啊，我们往后讲课啊，就能够啊，广度深度啊，越来越好。好，那我们把因找到了，就要从因上把它断掉。那我们已经成人了，就很难了，又从小扎起，所以我们要开始思考到啊，刚发怒出来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啊？会有什么结果？佛法里讲啊，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一发脾气啊，所有的修行都怎么样，一把火烧光了，要几天才能平复过来？要三天呢。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不止自己啊，有非常不好的影响，那对他人呢，也会有很不好的影响。有一个父亲啊，因为他的孩子啊脾气很不好，他呢就跟孩子讲：“你每一次发脾气，就到家里后院那一棵木柱子上面呢，打一根钉子。”这个儿子啊，一发脾气呢，就打一根钉子。打了一个礼拜左右啊，孩子一去看呢、啊，密密麻麻的钉子啊，钉在上面。突然才警觉到，哇，我的脾气啊，这么不好。慢慢啊，就懂得啊，关心为要，时时啊，看看自己的心是不是又嗔恚了。由于这样的敏感度啊，他发脾气的情况啊，就慢慢减少。终于啊，不发脾气了。他的父亲又跟他说：“你只要今天不发脾气啊，就到后面啊，把一根钉子啊，拔起来。”他就这样啊，一天一天呢，把钉子拔掉。拔完的那一天，他很高兴，就跟他父亲说：“钉子我都拔完了。”父亲带着他到后院去看，告诉他：“你虽然啊，已经把钉子都拔完了，但是这一棵木柱啊，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啊？不可能。”都已经啊，千疮怎么样，百孔。所以俗话说，利刃割体，痕亦合。我们用刀子啊，在肉上划一下，只要啊一两个礼拜啊，它也能够修复过来。但是恶语伤人啊，恨难消。当我们用很尖锐的言语啊对待他人，他那一个伤痛啊，可能一辈子啊都无法平息。有没有听过啊，因为被别人骂而去自杀的？有啊，所以那个言语啊，很有可能比刀啊更利。
所以这个父亲就告诉他，虽然你现在不发脾气了，但是你以前所发的脾气啊，已经伤了很多人的心，造成你人际啊很多的障碍。所以我们明了到嗔恚发怒啊，对自己对他人都不好，那这种自他都不受益的事啊，能不能继续做啊？当然不能再做。好，知道不能做啊，就要想办法来对治。诸位同修，怎么样对治嗔恚啊？对治怒气。诸位同修，您是用什么方法？我看可能会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哪一个标准答案啊？来，掌声鼓励，标准答案。阿弥陀佛。我在一些地方讲学啊，因为大半啊不是佛教徒，他们有的就会说啊，去买东西，大买特买，让情绪怎么样舒服一点，不然就拼命吃东西。还有的人说打电话给人家倾诉一下，我就跟他讲，你把垃圾倒给别人了，结果那个听完的人说啊，人生苦短，可能他越来越消沉，你自己啊舒服多了。不可以把自己的痛苦啊，自己的快乐啊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另外那一位朋友说啊，他都买很多东西吃的，我就跟他讲，你是不是都买垃圾食物吃？因为他的皮肤啊都出现一些痘痘了，而且买完东西啊更苦，为什么？还要花钱呢、啊。所以最好的方法，一句佛号，当怒气一起，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观想佛光铸造，不能发脾气。那这个对治的方法，在中国字里面呢，就把这个方法点出来。所以我们真正深入中国文字，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来看看怒这个字，会意字，心跟一个奴啊，所以发脾气的时候，心是什么？习气的奴隶啊。怎么可以当习气的奴隶呢？那不是糟蹋了我们自己，所以要转怒嘛。这两个字差多不多？只要把边边角角怎么样消掉了，就变树啊，上面一个如啊，下面一个心啊，如其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你就可以包容他，因为他没有遇到我们的师长，他没有遇到啊很多的善知识，我们就能转愤怒为慈悲。好，那今天课我们先讲到这边，谢谢。